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红法。So， 大红法刚刚形成这个52周的新高呀，然后就开始又升回来。现在重点是说它会在哪里有顶回去呢？我认为呢，它这个60天这条线呢，60天的这个均线就是它的这个生命线呀。你可以看到它来到这边的时候又顶上去，来到这边的时候又顶上去，现在就看呢它这次 U turn 呢有没有回来到60天之后就顶上去。如果来到60天又顶上去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买入讯号。这个60天也是刚刚好看到，也是刚刚好对应这个筹码峰呀，就说这边很大，这边有个很强大的支撑，上升趋势在60天均线弹回去是一个回调买上涨，就是一个买入讯号。OK， 这个其实是我channel member所问的一只股啊。如果你有意思向我问股的话呢，也是可以 join 我的这个channel。现在就看了60天均线会不会有机会来一个止跌回升啊？这个就是买入讯号。OK，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，谢谢大家。